san siddhi hom om guru r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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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siddhi hom。我们谈这个外八相，在密教啊，这个精神统一的修行之中啊，你只要相应的气脉明点，就会产生外八相。外八相是怎么样的？在身你自己身体里面呢、啊，会显现出来。所谓外八相，就是八种外相。在你身体里面，自然它会显现出这八种现象出来，这是证明啊，你这个在修气啊，修开这个中脉，修这个明点，融这个明点方面，有了这种正量的一种现象产生出来。第一个是气啊，动气在动，第一个现象就是气在动。你自己本身呢、啊，要自己知道你自己的气到了哪里，你自己本身的气有没有力量，足不足，明不明，要明啊，要足啊，要有力，而且还要知道它到哪里。啊，我们邪气的人呢、啊？邪气的人应用这个气啊，是就是你本身能够应气的。这第一个现象啊，就是应气，所以你马上啊，这个气啊可以发挥出来，啊，这个可以发挥出来的，啊，马上有这个气的那一种现象会出来。气在你身上怎么走怎么动你都要知道的，而且随时可以应气。那像我来讲起来啊，啊，我要叫这个啊，这个乳部啊，啊，乳房这边啊，乳房这边动可以的，我把这个衣服脱掉动给你看，这个气啊它会嘣嘣嘣嘣嘣，你气印在乳房上面，它会跳，它会跳 disco。你要好，你这个右乳房不动，左乳房动，你气呀、啊、意念在左乳房，它就嘣嘣嘣嘣嘣会动的，不是不会的。所以你气印到哪里，你要知道啊，你气印到哪个地方，这一种气动是第一个。你说提纲好了，提纲好一提起来，这个纲啊会震动的啊，不是只是把它的肛门肌肉收缩往上一提它会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气在肛门，气在肛门下去的时候啊，你一提纲一提起来，它这个肛门会震动。我们学这个密教的这个开顶法，就波瓦啊，波瓦法，一印气啊，一气一射顶，这个顶上这个窍门会嘣嘣嘣嘣嘣嘣会跳的，这个就是一种气动的现象。我们有时候啊，好像这个 muscle man 啊 ，muscle 这里 muscle， 你气印到这里来啊，到这个肌肉这边来，那个肌肉会。会跳的，会弹动，这是第一个功夫，第一个外向。你知道气运到哪里，用意念运到哪里，气随着到哪里，气意合一啊，它全身在运行。那么这个当然要明，就是明白气在哪里，要力，要有力量，要足。啊，我们看武侠小说里面呢、啊，这个
那个提气啊，有时候他这个写这个武侠人物啊，要上这个屋顶的时候，吸一口气，然后一提气，轻功提中术，哇，他上了屋顶，他是凭着那一股气上去的，他至少他懂得这个提，这个气提起来身轻如燕啊，就这样一跳跳上去，而且踩在屋瓦上不会把那个瓦都踩破了。功夫不好的话，一下子一沉，身体一沉，他就把这个瓦都踩破了。以前我看武侠小说，哇，很欣赏《蜻蜓三点水》，哇，你看蜻蜓啊，在这个水波上啪，点一下，啪，点一下，点，点一下，哇，好厉害！我们也来学《蜻蜓三点水》。第一点他就嘣，就下去了。原来是怎么样子？这个气本身来讲起来没有提起来。蜻蜓三点水，蜻蜓本身也是靠着它的滑翔，其实它靠的也是一种气，把那个翅膀啊跟气啊、哦、这样子去点那个水的。还有一种啊，像那个八步赶蝉啊，八步赶蝉啊，凌空虚度啊，在虚空中啊，它凌空虚度是怎么样子描写的？当然这是武侠了。他在空中啊，觉得气已经提不住了，要降下去的时候，他这个左脚啊，左脚举起来，点这个右脚，又一弹啊，又可以升高。右脚又点这个左脚的脚背，一弹啊，他又可以升高。这个好像不太可能，好像不太可能。但是武侠小说是这么写的。他要身体要往下沉的时候，他既然这个右脚啊举起来去点这个左脚的脚背，借着这个点的力量，他又可以啊弹起来。哇，这个是很厉害了，但是这个是比较玄幻一点。但是气啊在你身上是有的啊，很多人啊，这个有些那个好像功夫练功夫的人知道啊，他肚子给人家打不要紧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把气吸一口气，他挺住在这个这边，然后他硬好气的时候，你怎么打就是打到气而已，打到皮跟打到气而已。有的人把气硬在喉部，他喉部一硬气的话，你那个用铁棍插他就没有办法穿，因为你插在气跟皮上。有的人练铁头功是怎么回事？就是把气印在这个头皮、头壳这里。不管你印哪一种功夫啊，其实这一种好像都金钟罩啊、铁布衫，都是用气一印，周围就是铁布衫，一印就是金钟罩。都是气，所以你这个修气法，气动、气明、气有力、气足，这种现象你必须要有。你不能弱弱的，你修气瑜伽式，你说你是密教修气瑜伽式，结果你到处漏气，身体很软弱，文弱书生。哦，那表面上你硬气的人不一定是说他身体就是很魁梧，他说不定他是一个文弱书，但是他一硬气的话就刚强就如铁。所以气动的现象，你修气的瑜伽术，无论在哪一方面你都是第一的，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第一的，这个是念力啊跟气啊一起应用。所以你修内功的也是跟气也是有关系啊，你修内功到最后啊，你会啊，你身体会很好，那么你气会很足，跟我们密教啊根本就是相通，这也是一种生理现象。这外八项当中啊，第一项
就是气本身明，要有力，而且要足。Om Mani Padme Hum。